谢谢。你老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杨斌来。啊，我得追随你。我追随你，我追随你。啊，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，因为今天正逢我们农历的正月十五，也就是传统的元宵节，那我们俗称为上元节。那么国家图书馆呢，我们今年新春第一次啊、哦。也是国家图书馆，我们第一次办一个这个在视听资料中心，我们办这个上元画展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的一个新的馆舍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第一次举办这个书画展。那么我们馆呢，非常高兴，邀请到国画大师蓝碧珊老师，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做第一次的这个书画展览。我后来最近一次呢，就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情呢？我就特别拜托葛将军，我说那我们有蓝老师，他要送我们一幅画，《醉在秋色中》的一个经典的山水画，中国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山水画。我说那我们好不好啊？办一个画展。因为我说我本来就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啊，实践堂，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功能的，它有可以有不错的音响的效果。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布置的环境，也希望它变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气息的，具有一个可以增进我们国民生活休闲的这样的一个自自在在、自自然然的一个地方。也恭喜蓝老师能够第一次。在新开的这个馆里有这么好的设备，能够展出，展出。说别的我没话讲，预祝大家在以后健康愉快，诸事如意。谢谢。一年前，非常的缺乏，展示的场地，所以刚刚也听到顾馆长，谈过，我们楼上即将有一处展示非常大的场地，要提供给艺术界，这是对我们艺术界的一大福音，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。在此谢谢图书馆，还有我们这次受邀过来哈，艺文界也非常的喜欢听到这个喜讯。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山水画，可居可游可赏，那么甚至于可以想象。那么我觉得这个艺术的东西对我来讲，走出了图书馆之外，还可以把东西再带回来图书馆。我个人也有个期许，以后我也会正化到国家图书馆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。像这些等等，我们都很感激这个顾馆长的努力，跟这个后代，包括我们军人在内，各位可能都听见过军人以前的外号叫做当兵，兵字秋字底下八字，我们是秋八，不缺不休的。我们感谢蓝老师赠画给国家图书馆，那么当然也期许在座的艺术先进们，如果未来有画作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赠给我们国家图书馆。那么谢谢各位今天热情的参与。谢谢，很好吃，对，谢谢。